云起自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ACC， 带领在非洲受到资助的小朋友们前来日本举行行愿非洲感恩之旅，在东京时代演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世奎也前来观赏，除了赞赏小朋友们精湛的演出之外，也鼓励东京 ACC 的会员要继续将人间菩萨的善举扩大，不止台湾人，也要影响日本友人一起来捐助行善。在我们整个全世界的侨界里面，它其实是引领了一个风潮。那现在呢 ，ACC 在每一个侨界都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以及支持，不管是在南美洲、在大洋洲、在北美洲、在欧洲，都有很多很多的菩萨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大的计划。我不敢讲这个计划有多大，但是我可以讲跟各位讲，在全世界各国在非洲的工作里面，我这个计划最少可以排前三，绝对排得到。因为投入这么多人、这么多物力、这么多的教育的这个资源，去扶持这么多的孤儿，我想在全世界各国的一个计划里面很少看到。所以这个非洲还有那个非洲的小朋友，听说每天4:30起床，然后5:00还要做早课，真的他们的用心，等一下相信他们今天的把这个爱传给我们日本，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是一步一脚印每天这样子练出来的，他们的用心，还有他们这个讲的国语都比我们在日本的中华学校的学生的国语还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我们的爱不止在日本，也可以分享给非洲的小朋友，他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本来只是几位日本的华侨家庭主妇，有感于慧理法师在非洲的心学事业，从最开始的捐款到现在的出钱出力，全力推广 ACC 在日本的活动。东京 ACC 理事关根春莲感慨，台湾侨民的爱心无限，也希望扩大这份爱心的影响力，让更多的非洲小朋友得到帮助。当然我们也会参加日本外交部的那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慈善活动，我们今天有去，很多人都很感动，觉得我们台湾怎么这么有钱，可以帮助那么多国家的人。我是说我们不是有钱，我们只是有心，有心你就可以推动。最有爱心的是中台我们华人，大家就是对捐款很热衷，日本人因为他们政府有捐款的，把他们税金没拨款出来，所以他们对这个捐助没有什么热衷。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跨出去，让日本人知道，尤其是他们的日本企业能够规划一笔助养金来帮助我们。这一次随 ACC 来日本演出的小朋友们来自非洲斯瓦季兰跟马拉威，从小在非洲 ACC 的学校生活跟学习，不仅中文流利，武术学习成果更是令人赞叹。鱼给他们鱼，不如给他们鱼竿，为慈善事业理念的 ACC 助养非洲小朋友，让他们在贫困环境下仍保有梦想，而学中文得到的涵养根底，学武术得到的健康根底，都是未来圆梦的基础。每个月只要两杯咖啡的助养钱，但是看到 ACC 小朋友们健康的成长，他们演出的台湾童谣、日本金曲，甚至中国武术，也让思乡的台湾侨胞得到另外一份慰藉。东京 ACC 希望这种行善坠乐的成就感能够跨越国籍，吸引更多人加入 ACC 助养父母的行列，让慈善的轮回更加深远扩大。台湾新闻社东京报道。